望咧家长可以透过唔同嘅故事嘅活动里边咧，去同小朋友咧有更多嘅阅读嘅空间。因为咧知道咧，其实小朋友咧由小去学习咧，去睇书啦，去爱上阅读咧，系对小朋友嘅语言发展咧有好大嘅帮助嘅。先啱同我哋讲咧，就话就算小朋友咧我哋讲故事嘅时候咧，可能佢未必好定咁样坐喺度，或者佢中意瞓低啊，或者譬如佢喐身喐势，其实都冇问题嘅。最紧要系培养到佢哋嘅兴趣啦。多谢 Michelle 邀请我哋嚟。